还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哦，别忘了看之前给我点个赞，爱你们哟。我们上来云顶啦，现在十几度而已，好冷啊，18度，到上面了，可能温度就更低了。哎，看到那个室外的游乐场了，这样看这个游乐场还挺帅的，车位挺多的，全部绿色。我们去停车场了。18度哦，这里看到了呢，18。找车位，有位吗？有位就停了。绿灯应该有吧？咦，神奇，年初一居然有那么多位置。没有，坏的。没有啊，假的了，这些绿灯。我们停完车啦，现在已经在云顶上面啦。小乔治，门口写的什么200多个车位都是假的，全是就是灯是坏掉的。你看这里也是绿灯的，可是后面是有车停着的。来，我们拿行李上去吧，我们要去check in酒店先。上去啦。这里是酒店的大堂 check in 的地方，你出不去，外面更冷。现在去房间啦，他刚刚买巴斯克罗宾冰淇淋送的红包，对啊，他的红包很好看，里面还有券呢，他讲30块。上去，对啊，要走到底哦，走到底。等一下吃 ice cream， 等一下去房间吃。哇！噔噔噔！哇！哇！佳琪也在哇！这是我们这两晚的酒店，佳琪也在哇！云顶还有给这种红包封，还有两个干，愿你新的一年四季常在。是巴斯克罗宾的比较好看哦。这边呢，标配就是胶囊咖啡机。小牛嘴巴。哈哈。来呀！这里外面。你们看到好像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其实都是云，看不到了，云呀，都是云。下面明天白天就能看到了。逛超市，把它拉掉吧，太冷。那电话先拉一下。你在打电话给谁呀？拜拜。拜拜啦。拜拜。拉一下，这他，你在有人。拜拜。这边是赌场进去的地方，现在进赌场都要实名制，办会员才能进。哇，这家店种了好多菜呀、啊！整家店都是种菜的，人还是挺多的。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好吃饭的里面也是，基本上都全部坐满了。这里也是全部坐满，这个呢也是一个赌场。这里是云顶的旧区，以前很旺的，现在新年期间也很多店没开哦。这集我们现在走着去 Sky Avenue， 酒吧都倒了吧？这个。几年没开了，门口连纸都没有贴。麦当劳又不开，那个麦当劳多久没开了？上次来都没有开，现在又没有开。哦，这个 KFC 生意就很不好，好到爆。这个麦当劳倒闭了，看他门口从 RMCU 就开始关到现在了。游乐场，游乐场还是一样多人。
吃什么的？这个吃什么那么多人？哦，吃那个健康的那个饭的，波奇饭。哇，还有鸡蛋。哇，人山人海，真的是人山人海。电梯出来就是 Sky Avenue。哇，这个灯笼，很有过年的气氛。那个人最多的地方看一下了，就是那个中间那个灯的，那个也很好看。去看一下那个中间，就是 Sky Casino 跟室内游乐场那边。哇，这里人也挺多的，很多店还没有开，在装修，有一些是过年没有开。这个是很多人打卡的地方 ，Sky Avenue 的那个 logo 这边。这个就是 Five Guys， 现在还有在排队，没有，里面还有里面呢，你没看到里面。你看他们是排到门口了，可是里面你看，哦，就现在快十点了，这里牌子越来越多了，然后还有一些还在装修，还没装修完的。CDQ。哇，这里就是人潮最多的地方啦，夸张吗？鼎泰丰现在还要排队啊！哇，你看门口的人，后面是赌场，明天娱乐场。夸张哎，这个鼎泰丰是要开到12点是吗？脚脚，哇，夸张啊夸张！人都出来报复性消费了，马来人就来逛街，华人跟印度人就来挤钱。堆里面，这人头太夸张了。该我。这里是云顶的电影院，国纳的一个中国的电影院。最晚的电影的话，1:45，凌晨1:45都有，1:30也有。这里，乔治很开心啊！哎呀，摔下来了。这个人啊，游乐场室内游乐场的人啊也很夸张，上次来室内游乐场还没开，现在都已经开了，再开回来了。小鸡很想玩这个跳楼机，可是身高不够。你身高不够啊，大哥，你只能在这里看看了、啊。
谢谢领导。哇，社会五年大吉。哇，结束了。除了人多，已经想不到任何的事情，人多的夸张。吃龙虾的，来往前去看看。嗯，龙虾没有人排队。哎，没什么人哦，好神奇啊！平时这里可是排满了人，还是他关掉了，就是时间到了，十点就关。也不对啊，平时开到很晚呢，这家店。看到 FreeGuess 排队排好长啊，明天来吃，关掉了。FreeGuess 下面都变成打卡的了，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哦，这里也能看到室外游乐场哎。应该是有人在唱歌，下面是酒吧。消除小腹、解决便秘问题的 Vitox Enzyme， 纯天然的酵素，可以去我的评论区等简介处找 Shopee 的链接进行购买哦。一天只需要一包，一盒呢有14包，只需要60马币。它是无添加的酵素，并不是药哦。我出门旅行都随身携带，小小的一包特别方便。现在购买2盒只需要110马币，如果购买3个月的疗程，也就是6盒，还有额外再扣10马币哦。过年吃胖的观众朋友可以去 Shopee 买1盒试一下，就知道我推荐的肯定没有错啦，效果真的是杠杠的。
哇，过来！哇，这里外面就是那个室外的游乐场了，现在没有人，因为已经快12点。晚上好冷啊，我冷得瑟瑟发抖。12点啦，全部的店都关门了，我们现在回酒店睡觉。哇，12点之后还有店是开着，可以吃饭的。怕饿死了，你要打包吗？等一下怕你饿。薯片，还有 iPad， 准备睡觉了。哎呦，咬一口，真棒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本集视频到这边就结束啦，我们要睡觉啦。小乔治还在搞最后的破坏，睡觉啦，姐姐，讲拜拜啦，拜拜。